大家好，我是不合格的小师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做一款除魔竞争玫瑰岩仪式净化蜡烛。好了，我们先给这个锅子里面倒入这个蜡烛原料。我们直接将这个蜡烛原材料给它融化。在融化期间呢，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药草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放到这个蜡液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把黑胡椒加入导管里面。这个黑胡椒呢，它具有净化除魔的作用。这个亲手研磨的黑胡椒呢，它有净化我们身心的作用。这个就是我们研磨好的黑胡椒了。然后我们再给里面加入一些薰衣草。我们给蜡液里面加入黑色的颜料，但是黑色的颜料我们也不能添加的太多，因为长时间使用黑色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孤单，而且难以摆脱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蜡烛本体做好的样子，这个就是已经脱模出来的样子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竞争方面的一些材料。竞争方面的药草，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一个干辣椒，因为辣椒呢，它代表的就是竞争，它可以重新点燃我们竞争的勇气。然后用导管给它研磨成粉末。这个研磨辣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它的气味可能会非常的呛，所以一定不要沾到我们的手上或者说是脸上。放在这个蜡烛上面。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再撒上一些玫瑰盐，因为我们的盐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它有净化的作用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进去。这个蜡烛呢，就是你做好之后，你闻它之后可能会越闻越有食欲，当然它肯定是不能吃的。好了，今天这款仪式蜡烛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一下关注。